你说这个好命的人，哦，有福的人，你说你坐这个轿子啊，有人帮你抬，那因为抬轿的人，他有指令，或者是值得，或怎么样，他才会抬嘛，所以才会平步青云的坐在那里，人家是走着，你是坐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又回来想哦，那这些人他凭什么帮你抬轿？他为什么帮你抬轿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想到你，我上次在讲嘛，我们要成这个人中啊的贵，贵气的贵。凭什么？凭德，对不对？贵跟德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有时候你要搞清楚，到底是买路财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德呢？就不是说，我今天捐几本书，注意一下与否，那是在你的分秒间的起心动念，各方面的修为，各方面的把持，逻辑点点点，那才是一个一直在运转的机器，啊，这个德啊，制造机。所以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重要，不是随便讲讲挂两句在嘴上而已。既然东西重要，告诉你钱在那儿了，你不去积极的营造，那你说别人都贵了，别人都贵了，你一直在便宜中，你该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咯，这些贵与否是修为的累进啊，为什么有些人他生下来看起来就有贵气，前世有修，啊，一步一脚印的累进。那我们不是为何而修？做人的根本有德一点嘛，这是最根本。所以上天有各种什么样的德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跟他学一下，把这些好事啊，因你而更加的在人间视线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是这样哦，那个人缺德，你有德，结果你跟他不计较，就他感动了以后，他跟你学，他也有德，这个人你就救了他。你不能够说在分秒之间都这个得的这个气息啊，去让人家闻到，那你说每天24小时这么忙，忙东忙西，所求为何呢？对不对？对于意义层面来讲，又是什么？我们没有超马的时候，你问很多人，这个小时候读书，成年后结婚生子，这是人生必经之路，但是这些必经之路的后面，走到后面，又得到什么？你得到天伦之乐，恭喜你，对不对？但是，人几十年在这地球上，就得这些东西而已嘛，这得想清楚。结果你发现，把另外一个层面的窗户打开的时候，哇，有太多东西是我们要去好好享有。所以这就是把另外一扇窗啊打开的时候，才发现重点在那儿。你说结婚生子，这是人在繁衍的工作中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日子一天天的过。